世界，是不是花也开得更鲜艳？没有谎言的世界，是不是可以睡得更安稳？也许我们早已经都习惯，只是没有人看出来。最失败的偶然，对话成为野人，也许文明的过程就得残忍。为了命令伤感，只好返璞归真，反而学着不争论，才显得诚恳。走过See you。